不打扰人家。听说他现实生活中可乱了。可不是吗？这不又换个新男朋友吗？就是你要他现在是我的女人，不需要你俩在这评价和修炼。我的女人在我眼里永远是最好的。如果再让我听见一句你说她不好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在乎，但是我更在乎我们的以后。